两个小越野。大浪湾，哎，看看这小风儿，仙气，飘，飘，哎，看看，豪宅，小马哥在这儿，美女佳欣也在这儿，可能还有别的哦，好像泽凯家也在这儿，都在下边，然后原来都是太古呀，颐和的。大班房，正前方的这个岛，东龙洲，中香港的东大门吧算。仙气飘飘，仙气飘飘。看这是什么地方？看看这是什么地方？我要有个伞，我就飞了。是的，顶这个小白船的三四个至少，可能还都不止，顶这小白船四五个。现在这个小白船就算很大的船了。丽的十二岛，香港我最喜欢的地方，一年多没在这儿游过泳了。看看这儿有多少米，连300都不到。行，小风刮着，刚才那个山顶人已经是很满的画了。春天有红叶，这个山上没红叶，但是很多地方有红叶。哎，跟我们堂堂中原完全不是一回事儿。下山了，美丽的石澳湾，我最喜欢的地方就是不让你去游泳。老鹰，你下来，跟我来聊聊。哇，小老鹰。云散了，蜘蛛湾能看见了。刚才蜘蛛湾什么都看不见。看，蜘蛛，蜘蛛正滩最正面，然后蜘蛛监狱正面。哎呀，还能看到一个大轮船的尾巴。这个地方是可以看见两边的，可以看到赤柱的两个岛。听听风声，龙脊的另外一端
大石头，两个大石头为号，正在赤柱上边。这个是过了龙脊的尽头，还可以再往上爬一点。然后这个地方我认为可能是香港看日出看月亮升起来最好的地方啊。这个爬了一半，你可以看看，还可以往上爬，我还要往上爬。这样的话前面的东龙洲应该就挡不着太阳了。这个边是顶了，我等会儿会上再往上爬一点。然后呢，如果看日出的话，你觉得这个位置好不好？石头够大吧？够一大家子来玩了。这儿还有一个小标记，也没有高度的标记。哇，漂亮！字儿不错，观景明媚。